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人生海的路不好走，生最是孤孤最孤单不爱走。正对，倒对，两对。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阮是一棵红叶路不好走，生最是孤孤最孤单不爱送。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我扮江南 star， 呀呀都来，阿那。老师啊，啥物？有人写批互你咧。写批？咱老菩萨哦，哦，咱一位师姐啊呢。师姐啊呐。哎，佮写批互老师啦。对哦。这来自桃园哦。桃园。龙潭的。龙潭的。嘿。嘿。啊，姓叶，查某囡啦。哦。叶师姐啊。叶师姐呢？叶师姐你好。你的来信老师收到了。是。对哦。啊，你那个信里面所写的内容。来。严重了，严重了，是严重，严重了嘞，吼，伊大弟兄嘞，没啦，迄个，你安尼对阮上过一路下啦，哦，上过敬重老师啊，敬重啦，其实咱拢当作家己，我们一家都是人，没有关系的啦。你讲系你这批内面，诶，字里行间看得出的，你目内，你巴肚内面拢目汁，墨汁是有东西的一个师姐，哎对，你是在我们之上，不在我们之下，老师。你喊的故事叫偏僻的，阿弥陀佛。你那多了人嘿吼，愈谦卑，啊，你个比人较谦卑啊。啊，本地的先谦卑，谦卑再谦卑啊！你啊，那多了气压压，你个比人个较气压压。当然啦，哎呀，咱看代志咧，处理代志，嗯，咱爱有春秋啊。哈啊！哎，你社会输赢都在这个春甲秋呢。啊，所以呢，咱这分配好，咱的开始就是咱即卖应该是爱。咱要来甲咱这个书记讲吼。其实你的批里面，你安尼对阮的，就对老师的敬重。啊啦啊，我真欢喜啦。好啦，哎，真欢喜。哎，怎么样？啊，但是，迄个有看，你写这张批来，安尼我点到会拍死。啊，对啦，哎啦。你个是要老师拍死？哎啦，安尼，哎呦，我咧懂好厉害。哟，安尼上见外呀啦。啊，对啦，对啦。但是今麦好是。足少吼，已经有收到批的这种的，看外久没收过批啊，因为一般来讲拢卡电话啊。即马人卡电话是传来啊。哟，啊，你也知影讲咱叶师姐，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哎哟，其实哦，这除了传统以外哦，其实伊嘛是象征哦，
一种的，一种的款的诚意，诚意一种的诚意，因为哦、喔欸，你若想讲哦，咱若收贴啊，佮兼收到讯息，迄是无同款的情形哦、喔。啊，当然是。你若是收到批，佮兼收到呢吼，迄、那个赖，迄、那个心哦、喔，咱、欸、的心嘛无同款。啊，当然是无同款。啊，表示你哦、喔啊，真正哦，足敬重老师以外啊哥。感谢感谢感谢。哎呦，不敢动，不敢动，不敢动。啊，佮重视啊。好啦好啦，所以咱加起来批啊。感谢你啦哈、啊，感谢你啦哈、嗯。老师，我收到。哎、欸，我有收到，我收到。哦，啊，总共一句，卖想太多。有啦，老师、啊、不要想太多了。哎，老师做平易近人，总我感觉也赶快呐。没有事呢。嗯哼，谢谢。啊，感恩啊，感恩啊。啊，但那做者老菩萨吼，看咱佛堂哦，哎，建成了一草一花一树一草哦，一木，拢、啊、是老师亲自哦，亲自来安尼灌溉的。咱那个佛堂吼，加一支草啊，减一支草啊。我都知道啦。哎呀，因为老师打工底下咧，我打工底下吼，咱讲熟悉咧，遐草啊，遐个树木，含我拢有感情啊。这样大片着咧，当然就是安那。咱今日咯爱和咱老婆婿来欣赏一下啊。还袂欣赏啥？来，咱来看一下哦。等等等等，啊，就刚刚。即摆是当季节咧开的时阵哦。啊，对对对。石斛兰。哎呀，这是这拢是人来拜拜啊，坑里的款哩啰。插你个花哪呢？啊，即马时间到要断掉、嗯，我是看了头水水，我甲种起来。种起来种啊！啊，对对对。啊，所以因就开给咱看啊。伊就开花、啊，所以只要你有用心去甲伊栽培，啊，用心去甲伊照顾、嗯，啊，伊就会活甲足快乐。啊，伊花就当开甲介水，含咱人同款。身体咱啊用对的观念到。好的方法，有心咧个照顾，咱身体拢会健康。啊，你个唔免烦恼，唔免加条运动咯。啊，当然是安尼啊。来下一张哦。哎，过来。哎，这嘛是石斛兰嘛。是啦是啦是啦。哦，你来看，这拢画个真水呢，这尾有诶无遮水呢。啊，真正咧。咱讲熟悉咧哦。好，何况是哦。哎，伊里遐吼空气好，搁逐工咧听经。嗯。咱诶花里啊，咱逐工咧听经。够灵性啊！啊，我早时啊，那咧阿花我拢搁兼。那个吹一个酒的，吹酒哦，吹、啊、什么酒？健康酒，真正有影。啊，那老婆婿会来叫老师给吹吹只酒的嘞，哈哈哈哈哈，吹到这样要水掉，这样健康掉啊。对啊，对啊，对啊。一看了，知影这该臃肿啊，臃肿啊，对啊，对，伊的地基好啦，哈，不算地基，体质，哎，体质好啦，哎，伊算体质好，哦哦。另外哦，你甲看小草有无吼？啊、哦，迄剥出来呢，为怎啊甲遐剥出来呀？哎啦，啊这青啊啦，哦，这交情，哎交情，青啊个对哇？啊青啊青啊青啊，这个、生命力介强，哈、哦，对。青啊，咱佛堂所有看到的盆栽内面的青啊，拢是对这个石头啊旁剥出来，剥出来啊，我甲伊挽起来，你后看你甲种，啊种开，逐丛真拢足水。问题是这么青啊，为什么会发青啊出来呢？那伊青啊枝吼，去到倒位，伊就发到底，伊的性命那介强啊！啊，这附近噶无青啊，又发都发出来。太无青啊，咱湖塘内面青啊一堆，太无青啊。问题是伊的左右啊，啊，伊的鸟啊，有的会去别位食青啊枝，啊来啊放屎来你家。都好掉你家。啊对。所以性命就是安，你别忙掉屎，你别掉屎，你容易发青。看那见了，有法都发出来，要咧。啊，对啊，对啊，对啊。奥妙啦，吼，生命奥妙。够呢，够呢，够。有。来，咱哦，这，这有那是咱佛堂种的花啦，吼。这嘛是算兰花一种。对啦，对啦，因为什么兰花我拢唔捌啦。啊，但是这拢是人拜拜的这个花卡内面啊，石连料呀，要单雕的，哎，头啊，看水水，甲剪开，甲剪。嗯。啊，起来就变安啦。很漂亮啊。啊，就这所以。所以要讲开，咱安尼唔免开钱啊，啊，无你再搁开钱去买啊。啊，搁吼，哎，好信仰搁延传下去啊，对啦对啦，好生命力的韧性啊。是是，谢谢谢谢。哎，一休，哎，以上，拢伫咱佛堂内底哦。啊，对啦对啦对啦。那跟我上面粉的老师，哎，你来跟咱分享下。我讲吼，咱佛堂原本有饲四只猫啊嘛，啊，有一只去予咱的。游客也是游客，唔管啦吼，来了全甲阮抓转。因为足乖耶。啊，阮伫迄个监视器内面，阮有看到。对。哦，阮有看到。嗯。我有两个讲法，就是讲，如果啦吼，那会动，你甲猫啊
掠当来行咱佛堂，我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哦，啊，第二个工课就讲，好啦，你既然掠去啊，你爱用心好好啊，甲我顾着。你既然我爱伊啊嘛，哎啦，虽然是唔对诶，你虽然是做唔对工课，但是掠当呀，你好好啊，甲我照顾着。安咁好，因为阮佛堂的猫啊吼，食比人比较好，我拢欠你回吃。嘿，老师拢食真，我大家在拢真济咧回吃咧。尾鱼呢？啊，你称啊口呢？称啊口，称啊，唔是尾鱼吗？一只仔一只拢食，我食一口呢。哟，这唔是人吃，这是猫吃。哎呦，整个胖公公啊！我拢欠长咧，多咧，咧饲饲吃咧。嗨啦，我猫啊吃咧。所以啊，恁唔知。有安尼互伊食无？我唔知。你莫甲他用猫仔料啦，哎，安尼营养无够啦。哎，倒来安尼互伊食，吼，安尼也占袂掉。你讲错两个无？有，我家己饲。哎啦，莫做嘴啦，莫做嘴啦。真正。好啦，一雄。嗯。哎。嗨。啊，咱那机车强。来，机车舞。来呗。那我说，到底要跳机车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唱，八老鬼，高年高八鬼，哪会啊？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个二三四，一二三四，上手。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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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你也在我加油啊三四祝你拜拖出去飘赞也在不是有加油精了呀跳个比错咖喱枪呀又不是咖喱我家哎好啦安娜今天进哦我来讲一个 news， 马吉 news， 我吼，你安那，有一个朋友啦，啊，老师你有朋友哦，大玉珍，啊因吼，尾也搬去台北，伫台北赚大钱，哦哟，这灾情的，哦，但生着一个了尾啊囝，哎呀，啊生个好啊，伫台北生一个了尾啊囝吼，想到了尾啦，啊都买只唔讨赚啦，好。啊未做兵啦，啊未做兵，啊就七啦，那乌白乱搞啦，安尼啦，花花公主啦，对啦，啊都有钱啊，哎呦啦，因到底钱偌济呢？哎呦，是比101较悬呢。哦，头头也讲比101较悬呢。嗯，哦，老师你有遐好个朋友呢，吼。嗯，我含伊差不多济。哦，红豆，大家哦，对不对？我跟你讲。伊就是因迄后生吼，去共交一个妻啦，安尼啦，啊，交迄个妻啦，佫无到年岁啦，啊，未十八岁，对啊，还没成年，对啊，还去用得了，唔知影，啊，就是安尼共哭甲有心啦，啊哟，这嘴哟，哎呦，你对好哦，啊，尾啊，因阮朋友吼，因翁仔某是讲，即个囡仔安尼袂使啦。咱来赶紧去卢峰去平阳，共提亲戚。啊，无啦，用革命啊，消耗火。哟，买啊，革到海啊，咱到青春啊，这个人啥，对不对？转去啦，啊，去迄个早囡仔，就离厝里嘛，爱去啦。啊，亲家啊，亲嘛。好。哦，迄早囡仔因老爸老母真无欢喜，讲上是恁亲家，上是恁亲嘛。好。哎呦。无心经呐。卖生气啊啦！哎，囡仔人都唔捌代志。对不对？啊，青米都煮正饭啊！我今仔来做生意的啦。我负责，我负责。我没跟你负责啦。我负责到底啊！要负责，要哪负责啊？哈！你那是欠咩？含我讲，我在那边讲。啊，那唔含我讲，
反正福利都反福利，我也无了啥。哈、啊，又竟然咧讲哦。那无咧，哦。啊，即卖迄个，阮朋友无讲，哎，查甫人不要讲话，来，走走走。好。诶，亲家亲妈，我爱讲啦。嗯。恁祖囝都真有心啊，吼。嗯。啊，结婚。啊，阮兜的钱介侪办咪无？你结果个现成的小奶奶呢？啊，我跟你讲，安、啊、那，恁祖囝即天呐生查甫的，嗯，我爱管你落信义区哦，迄三角汤遐哦，迄地三角汤迄地，百货公司迄地呀，有啦有，专登记给恁祖囝，哦，哎呦，啊，管你落地保哦，搁登记一户迄四亿外，有哪给恁祖囝？好家伙呀！哦，真的假的？安尼啦，那查某囝叫我敢讲着。啊，即马，迄查某因老爸讲袂袂。嗯。啊，咱查某囝生查某较稳，啊生查某的。哎呦，啊买不哩啦，查某袂安怎？对啊，即马讲，袂对，啊那生查某的，敢够地保干嘛？我讲你听啦，那生查某的，冰冻了一块农地。差真多着，啊！无恁用这嘛，就连刷头拢给你。哦，诶，啊，是讲有嘛好啦，嘿啦。查那生查甫，咱住台北嘛。啊，那生查某，咱住南部嘛。真卡空气搁卡好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过来十栋。啊，不也讲，啊，那唔对呢。啊，那唔对啊。啊，那漏体咧。哎呦！哦，哎呦，哎，真正设想做周到咧。对啊，对啊。无再问。今嘛，迄早跟恁老爸讲。嗯。迄个，那查甫呀，有查某，啊那多七体多叫老体，安尼唔得叫恁护理的，哦，安尼免怎，就大行拢无，哦，啊即马，查甫一边咧，查，阮朋友因某是讲，哎呦，啊这那多老体免怎，哦，啊恁你认亲戚人认到啊咧，对啊对啊，阮朋友出来讲，哈，啊唔只简单，安那讲，啊个彩虹一边啊，哈哈哈哈哈哈。我想办法回五星个对吧？对啊，要钱都太混的。嗯，这边这边跟恁讲来讲吼，查甫查某的想法无同款，哦，诶，解决的方法无同款啊。阿哥来，那个男女方的想法嘛无同款。当然咯，哦，对不对？因为说，可惜你有钱啊，有钱就买迄落咯。未使啦，即卖什么社会啊？要惊死人啊！惊死人是我讲的呢。啊，那阿爸咧？你有钱，你要干死人哦！我真卡，好嘛？错咯，我迄咪错咯，迄乡土。啊，恁家有钱，有钱就干死人哦！啊，真卡人拢安尼讲。上加重语气呀！系啦，啊，其实是安尼啦，有钱无钱。做人道理拢爱捌啦，当然哦，咱未使讲，因为你有钱，都要花钱家己走，白白婆要共你家哦，对不对？不可能的。有做这代志是钱，我都解决了呀。哎，当然啦，当然啦。好啦，安那，小等下咱家过来关心啦。哎呦，老师，你今日拢无要讲，咱要关心倒一项呢？啊，拢无要关心，讲咱即摆要关心。无啦，因为哦，咱即摆寒人到啊吼，人原地有头壳病的人哦，伊的头壳病愈严重啦，啊愈严重哦。你真若想甲因讲哦，伊会头壳也该听啊，担袂了。伊会伤着。恁小等下，较甲关心着，有头壳病人忙走，超级。呀！康树开，树到丹田进开，嘴合合，爱提纲卡正立的。好，我来讲你。哎，正平一人，正平一人，
倒平一连，倒平一连，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伊。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气五年也无要紧啊。好好，我能够一杯。姐姐，我能够。姐姐。火能攻三，时间哈哈哈哈哈哈！哦，俺老婆在用，怎么叫上吊呗？熊熊吊啊嘞！啊嘞呀！超级笑话，啊啦！还讲较正经的呀？我来讲阿呆伯啊啦！呆伯啊呐！阿呆伯啊吼！去药房哦，去买迄个病变的药水啦。哦，哎，迄病变药水啦，安尼啦。伊讲，哎，先生啊，啊，有迄个病变药的无啦？哦，啊，哇，吼，那关一关好，好一石头背啊。上药房的头几个关一关，石头背来，这关足好用哦。好，这作战的。嗯，我真正登去哦。嗯。给你保证随用随见效，安尼就对了。有好无啊？哦，盖好盖好，安尼啊。过冬工啊，石头背啊，就来洗耳房啊。啊，要创啊？做工做嘛，看你用胶胶盖牵丝。太安尼啦，是安怎的？安生理人啊，无吵无笑，讲话无讲话，各拢也无影无食。太无影无食，这足好用的呢。你讲讲好用，好用啊！讲迄讲一摆就见效。才当然哦、啊。我真正拢无效果。随用随见效。哎呀、啊，我靠，拢无感觉啊！你先把一岁那个有教啊？对啊。啊，即卖阿伯的这个洗耳房的头家讲，石头伯啊，啊你是用偌济量啦、啊？哦。安尼讲，我起头半罐啦，半罐啊无效买啊吼，我用一罐嘛无效，一罐拢用完也无效。啊，洗耳房的头颈无可能啊，滴一滴都有效啊。有啦。是安怎？啊，你是安怎用？嗯，我用你们，哎呦呀，除了别用抹，你用你们啥？哈滴嘞用抹都好，你用你们咩咩？哎呦，莫怪你无效。所以爱问我详细啦。啊，不然买物件看是用抹啊，是用你们。有啦。哎、用抹，你讲用你们。听过人诶有无吼？诶，一直用卡层诶、铜卡层诶种诶，什么甘油，什么有诶。啊，对。你有无听过人用罐用只？我不要讲一个较正经诶。啊哈。石头伯伊第一个要坐飞机哦。坐飞机啦。啊吼，伊个甲小姐讲，小姐呀，我讲，我若坐飞机哦，我吼，我坐车我头壳哦，个拢会耳鸣啊，耳鸣啊，安尼耳鸣安尼啊。哦。啊，我坐车个安尼啊，坐飞机我会惊死啦。哦，阿妹咧。啊。欸，空中小姐哦，足好用哦。阿伯，我讲，这口香糖好哩。哦，口香糖的味啊。嘿，用口香糖可味啊。哦，安尼。哦，这用这个味啊。啊呀呀！啊，就去坐飞机啊嘛。对。即摆落飞机了后啦，吼，哎，空，哎，小姐就讲啦吼，阿伯啊，啊，你拢卖迄个耳鸣啊吼？哎，啊，你即摆用口香糖当配料啊哦。哦，阿伯安尼讲。无呢，你和我口香糖呢，我是太喜呀嘞！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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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还没有你播的播，你耳康都没耳鸣呐！你也无讲我清楚，太喜呀，起未起来？无正经。哎，阿花去佚佗啦，去诶绿岛佚佗，去绿岛，啊，捡只菇啦，菇哦，哟，啊菇伊看了水水的，拢甲扎转来啊，哎啦，啊结果吼，伊咧含伊耍的时阵哦。伊甲姑讲，姑啊，伊只伊偌济，你知无？哦，哎，姑的骨头哦，伊只伊得二嘛，对无？伊就剩两个，一个，两个，哎呦，哦，嘛较多好个，可能呛死的款呐。哎呀，啊那二加二嘞？二加二，四个。哎，新姑呢？真的呢？哟，嗯，啊，可能侬感觉啊，一加三呢？我一加三较困难啦。哦，啊，嘛是四个。哦，哎呦，啊，也要算呢。哟啦，也要算数的新姑。现在就赶紧跟阿瑞阿公了，说阿瑞我这只菇哦，会晓算呢，超可怜呐，系啊，真正啦，啊，伊就讲真正是阿假，讲有影真正，
啊，无你算看嘛，一二三四，哦，真正要算了对个。阿瑞也讲，啊我啊我，只久应暗照我一个。你要创啊？你要创啊？无啦，我等下算看嘛，安尼啦。好啦，明仔载会记行我。啊好，明仔载加行你安尼。伊怎啊等伊时阵哦？三股腾腾的哦，辛苦谢谢三股腾腾的，拢个独领我讲，来一百加一百，他说。爱情是阵风，安定黄小姐跟白瓜。爱情亲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予我笑容，予我悲伤，予我怨叹在心中。害我少少少，油门来吹真风。也是对对对，袂着伊的形状，是我戆，是我空，是我痴情又倔强。伊是风，生性是爱流浪。要见面就在梦中，爱情亲像一阵风，来无影。予我笑容，予我悲伤，予我怨叹在心中。害我将将将油门来吹真风，啊，也是对对对，袂着伊的形状，是我戆，是我空，是我痴。心又倔强，伊是风，生性是爱流浪，要见面就在梦害我将将将油门来吹真风，也是对对对，袂着伊的形状。我戆，是我空，是我痴情又倔强。伊是风，生性是爱流浪。见面就在梦中。讲到这个头壳病吼，那甲即马这个天气会凉凉的时阵，这个有头壳病无好的人哦。伊即卖个愈严重，寒人，扇着风，头壳戆，头壳着疼。啊，头壳你就爱定定爱滴一点，无啊无就包条筋啊。包个呀。啊，无个头风讲拢袂好。头壳晕。我有一个同学，查某个，查某个，啊，伊伫东港哦，阮故乡啦，咧开了迄外头啊店啦，就是咱个义工吼，咱个迄个义工啊过来哩。在家做工作，啊，伊遐开个店，就是讲专门拢南是菲律宾啊、越南的，拢啊印尼的，拢是遐义工哩，拢酒哩遐的对。哦。
唔管要食泡面啦、泡咖啡啦，要创什么嘅，伊拢家己来，家己只家己落安尼啦。自助式的呀。啊，无伊就未晓讲，未晓讲限制国嘅话嘛。伊即摆已经会晓啊。哎呦，早前未晓。早前未晓，啊，就互因家己泡，家己落安尼。啊，而家逐项逐工拢会用讲嘅厉害咧。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同学啊，你敢不救我，都叫我救他啊。我是听说，他在东港都也混得也不错啊，是怎样要我救他，他是有什么生命危险的啦。结果呢？他说他在做换饼寺庙，起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说什么叫换饼寺庙？他跟我说，我哦，他跟公公家哦，坐也坐不住，啊，站也没站住。走路就不用再说了，就对了。我说不去看医生，哇，跟我说有医生看到没医生，没好。针灸一睡，抓铃一睡，西医中医这样看，完全没好。他说他的黑暗面都不好，更狂更狠。这样，我说这样就吃力了，这样，明天我今天没用，临时临时我没到，明天我挂下，我转下当钢锤，就对了。用我的观念教方法多久？五天。经过五天而已，五天了，他那个头壳边带一两年的头壳边，忙到没多站，没多坐哦，一两年哦，五天总好去了。五日而已，五天而已，总好去了。我说，这阵好不代表好，买到完全好要三四月，你才没多挂紧满足。哦，即摆是较舒服啊咧，我已经袂戆啊，不过你赶紧念起来，要赶紧甲慢起来，都要三四月，你迄叫一个抗战嘛，医疗讲的叫做一个疗程嘛，哦，安尼就对啊，啊，甲竟然经过十外冬啊，都唔捌咧听伊咧讲啊，对啊，就需要愈做愈大咧，真正就是安尼啊，真侪人啊，他甲戆，他甲听哦，啊，拢走去灌感冒药水啦。啊，早时啊，啉一罐啊，吼，哦，啊，伊就舒服啊。对。较早阮老爸有哪安那，我做囡仔时阵哦，啊，阮爸呐，博书教了滴。伊就讲，去干嘛店搞写两罐啊？以前个规矩长长个啦，唔是三角干啦，是规矩长长个，诶，什么刻什么画啦。啊，结果像即马去先甲写两罐啊，哎，我帮着画两画，写的啦，哎，写伊就画两画安尼啦。我爸那有拨音叫就对啦，伊就揢我揢钱去甲清清的，啊，伊就搁甲敷掉安尼。要写叫有啊。啊，就顺续灌六罐，大概伊拨音叫拢灌半担，拨书叫拢灌两罐啦。所以查甫人嘛，你啉遐？有头壳的人就拢会有这个头壳病的问题。啊。啊，迄阵我定想讲。啊，阮爸是毋是拢常在咧感冒啊？啊，无可能啉这感冒药水。我即摆经知影，伊毋是感冒，伊含进咱电视机头前作者咱的乡亲朋友老菩萨同款。早时啊，困醒开哦，啊，突然头壳晕晕，啊，无有诶，就过半晡啊过哦，哦，头壳都乌暗晕啊。拢介侪人安尼就是。查甫人嘛会哦。哎呦，所以你看早时啊，你去洗浴房外口啊看，迄用塑胶袋啊，有诶灌半担，有诶灌一担。甚至会压规箱的等你啊！哪会？嘿，对，啊，嘿，迄拢胃欠会开始。器官会歹呢，其实是感冒起来当啉呢。对啦，啊，其实嘿哦，嘿拢过量啊，嘿拢胃欠会开始。即卖现代人食遮好，佫会欠会哦。老伯山，你相信按张伟讲的话哈？即卖人食好食歹，含这个欠会有欠会无欠会无关系哈。是安怎讲？古早人嘛是食要解歹啊，人都袂欠会。啊，为虾米？少年嘛，啊，你即摆食老啊，食老咱的器官较退化。嗯。准做好你食钙好，嘛不一定做有血出来啊。你退。咱的器官退化嘛。做袂出来，你会。这组机还无多像少年安尼做血啊嘛。欠一项个袂使呀。那么血若无够会引起足侪问题呢？譬如讲诶。就阮做囡仔听人讲，哦，旧历八开满千全金条，买煞无半条。哦，暗贫。啊，讲啊，你欠坏啊。这会随时昏倒哦。对啊，爱面色就无好看，啊，心肝头会青。我心脏也无咱现在青，因为你的心脏拍无血，素无空气。欸，心脏无安怎啊？拍无血，啊，也青也加速。啊，加速到落尾，心脏会颠大，颠大到落尾，伊会演变成叫做心衰竭。心衰竭，嘿，心脏病伊呢？转接起来，会无命呢？真正是安尼啊，老伯山，按张伟讲的话，你注意听，你一人一人甲应承嘛。
你有教会无教会来第一，你甲看你的肩胛。肩胛安怎看？完你有穿无？好，那有诶有。你我听这门少年人伊的肩胛敢未安？未，绝对未。因为少年人有教会，所以未安。机灵好。啊，这就是年岁有啊，老大人，你看介侪老大人肩胛拢像安。对。啊，这是相片诶，这你若看。看本人的肩胛足太高呢，这起咪叫人，这无人敢这样呢。机灵歹呀！哦，过来，你若无教会人，伊就会落他毛。落他门。哦，你看介只老大人也是，咱若了有年纪的人，伊就会吐血。嗯。哦，会落他毛，是为虾米？看啊，少年人都袂，是咱你会因为咱年岁有啊，咱智慧比较较歹啊，所以会有这个情形。落他门、啊。会落他毛。对。佮甚至人介高身、介高忝，啊迄、那个。喙齿阁会长粗，食物件阁会食愈重咸。哦。啊，会啊，熬成熬成啊，开始要记底，即马花无够哦。记底。咱记底变歹去。老性。啊，歹去的时阵哦，你暗时啊做恶做恶梦，啊，拢出梦拢梦去往生去的一挂亲戚朋友，神经会错乱呐。好。介只老人拢，我敢那看一个乌影走过哦。我敢那有看到鬼哦，拢会安尼嘛。哦，迄唔是靠到的哟。会幻觉。甚至出了个无一样，唔知落到哪里啊！因为伊心底不清啊，伊头壳顶完脑部缺血缺氧啊，所以才有这个情形。其实会怕袂起来，迄种退化呀，啊，甚至严重个大小便阁会失禁。所以做者老人伊倒连门床天，伊必须爱下药煮啊。对，老婆仔你敢看吗？因为欠下来造成遮济问题。规身躯的毛病。哎，有诶，头壳疼吼，边边疼，疼到位头壳中心，疼到位后头壳咧。听到一粒两粒大牛要劈破呢，啊！听到牛弄病的老婆生，迄个可怜啊，有诶戆戆戆戆戆戆，摔到无喙齿呢，弄到脑震荡呢。老婆生，你一摆就害呀！咱忙有迄一工啊。未堪得摔。过来一点就是吼，我今仔即个观念方法落你，第一，你诶血绝对有够。第二，他敢未行、未讲、未听，什么头风诶，挂紧三四十档诶，会头壳病挂紧就加念起来，你拢免烦恼。过来，咱诶头毛长乌。人个个会少年，你会感觉你加足有自信嘞，啊加足有少年气，啊佫袂安尼无胆。欢迎嘛，较欠会人伊会无胆。嗯，惊吓。啊，伊会惊吓，伊会无胆。即马即个观念方法咯，你人就好看开，你信心有，你胆量落起来啊。嗯。若无啥，一减二高忙啦，减四高，查甫人啦。查甫人会欠会哦。查甫人那是嘞。你会记住古早人讲三滴血一滴精啊。所以呢，少年人袂欠会时，你精水八滴一概听话啊！即马一年会有咧，哇，无教会煞精髓无把持，伊煞未听话。三滴血一滴精啊！你问题你血无够，伊精髓做袂出来啊！无伊啊！做袂出来就呛，就笑到无路啊！敢是安尼吗？咱一摆就要乱回对路，安尼敢无？好，互伊头壳袂戆，袂听，袂欠话，吼，袂乌阿面，好无？查甫人可以算算着，安尼无？好有体力。来，母牛猪鼻干宝贝，身体健康吃百年啊！快点来。小酒搁再干一杯。佛道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就跟防疫一样，出门戴口罩，口罩要戴牢。公共场所落实防疫规范，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注重个人卫生，勤洗双手。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你的呢？台湾在哪里？来哦哈，乡亲那边老婆生，一工尔，规工那安尼硬戆硬戆，马西马西，暗时歹困，人哦安尼拢安尼看到安尼真操劳，未少年，未有水，来啊老婆生，尤其是老大人三顿吃少，身体无健康，即款啊，看咧，来，好，今仔食到真正是看你你高到换一招。归安东的保安所啊，保安所啊，穿到抓袂牢的。这真正大碗个碗钱，俗个个满意啊！这一克啊，一千块，一罐一千，一个月份哦。
买两罐，两千块两个月份，我甲送两罐。恁来健康老师帮你出一罐，买两罐送两罐。哟，这规家人拢爱食哦。对啦对啦对啦。查某囡仔个当食啊？咱讲真正吼呢，安某也伫食，当去拍电话，三加一。一组两千块，按账位一块钱都无给你得了。而且即摆无主打，拢起价起盖关。来，同款。安那。要过过年要搞啊，过安那安那在咧上班呢。来。好。咱咧发财，诶，这个发刷当钱，甲发财符。一组有哪一分啊？一组一袋。哦。一分哦。一分，一组有一分啊。好好。含你结缘啊。对。电话通二十组得。我给你电话看。空不空空，空一厘。五百九的电话。老师。安那。啊，咱今后送一罐呢。真啊，我送一罐呢。一顶回我就甲恁讲啊。哎，我知影啊。咱后一回就是爱恢复正常。无唔对。咱安的是正常。按正常，你像无做起价去盖罐呢。哎呀，顶回是因为我甲公司争取好咱呢。老师，但是你袂当讲话无个无啊，无你嘛穿几罐啊，大只争几罐，咱才拥有咱的。我讲我饲鸟鼠甲布袋啦，你拢唔捌替我想过啦。几罐就好啊啦，卖伤济罐呐。十二个得。正常因为。这罐要搞未？现在十二又再加一罐，真正哦，真正我也害我。那我三十二位再加一罐哦。咱呐，剩一罐两罐的爱叫起来啦。对，因为伊这量拢唔是介济。拢坐船啊过来。老伯山，因为这个量拢唔是介济。嗯。你讲要清清菜菜寄出来，好难卖人哦，我不爱。不可能。我这一定要有交代哈。对。十二组得啊。加一罐。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第十三位出来，安尼聊聊。来，你好。哎，你好，咱到位。来，咱到里头。来，请听出来啰嗦呀。来，你好。喂。我被包红烧。咱到里头。台中市。台中啊，这组嫁到咱查甫人真正赞呢。给做配饭，谢谢啊。恭喜你。哎，你是平暗时。冲冲冲。哎，这组哦，迄物件加偌济呢？哦，你有体力。啊，人个会好看。嗯。主要人的人的查甫查某，这组咧食，人会好看。搁袂搞啰嗦。啊，身体会健康啊。来，你好啊。喂。喂。你好。加接到辅导。啊，来三线啊，谢谢。看老师今日大优待一讲名。来，你好啊。我一组保安所。赞的，来四线保安甲你保庇。中仑啊，大姐，喂。喂。来，你好，咱到位。我工山，工山啊，来五线保留给你保庇，一线到五线啊，进来，来你好，喂，喂，嗨，我叫洪生，有条包，有条包啦吼，来一线，一组啦，一线来谢谢，一组，啊，做那个 LSV 就稳定，国油啦吼，好来一线一线谢谢啊，喂，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你好，我被保安所，好的，赞你哦，我你没有对我替你欢喜，你耍来谢谢，恭喜你，来你好啊。喂，嗨，你好。我帮助。哦，即马寒天人有这组多啊，袂惊寒。三线谢谢。你寒人有这组路，你唔免定价定啊。你免买啊，佮穿几落双啊？来，你好。喂，嘿。哦。哎，咱到位。来，五线，新北市啦哦。这组身体愈歹愈需要。咱即阵啊，身体介无健康的哦，你即爱早一点无啊。尤其即个寒人。啊，寒天人哦，有这组你就免穿油穿甲。对，你个唔免食个电报电，拢唔免电啊。咱免电去电啊，电阮就电放假。咱直接食个重点。来，你好，你好，喂，哎，你好，哎，来一双这边。哎呦，你起来爱讲话，那无啥你敲电话起来一定爱讲话。哎，你无讲话，我都唔知要讲啥。哎呦，因为阮无看到你呀。哎，你好。喂。好哟。喂。哎，你好。你好啦。哎，我咧家人。家人啦吼。保安所啦吼，哦赞呢，您今日那边哪吃哈？早晚一粒豆啊，啊，早晚食饭饱食一粒豆啊，食一粒豆吼，下再一粒，下暗一粒安尼下，两粒啊一粒，下再一粒，啊下暗一粒安尼下，好好，好好，你算谢谢，啊，嘿呐，食饭饱早晚各一粒安尼啦，你即马即组食食就别安尼问啊，你个问一摆个，你就成功啊，你就别从安听到听到，你个问一摆个怎样？喂，你好，喂，赞你，咱住里头。你厝盖几？哦，来一双一双。掉堆呀！我知。掉堆。哎，厝伤过侪，专门在要报堆。好红烧光灯来吃。哎，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啦。有这款，咱较袂搞啰嗦。啊，咱若查某囡仔三十岁以下，你一天我食一只狗狗。对对对，来你好啊。喂。
好啦，这真正啊，这规家伙拢会当吃呢。这查甫查某蛋拢会当吃。来预算是啥？恁食无够的拢伫内底哦。迄查某囡仔吼，对，那迄初一就是初一，十五伊就是十五。作数时作满意。作数时啦。啊，无诶，有诶，有诶，伊会袂爽快。嗯。时间到，伊会袂爽快无？啊，伊即卖哦，即组咧食哦。对。作数时的就对了。啊，恁查甫人哪咧食咧？哦，啊，查甫人即组咧食哦。体来十种。哎呐哎呐。哦。有交代啦。对，咱加面班。我今日当讲足有交代啦。嗯。好，你讲我们也要点鸡点鸭。喂，嘿嘿。啊，我五个啦，五个啦，哦，十组，来来，一算来五个，谢谢啊，真正有影学到的啦，来你干嘛？老师，我要一点金，要一点金啦吼，来一算一点金来谢谢。啊，那个对啊，那我们广告人个怎他要买？不啦，咱讲做信用的啦，啊，搁要公开，大家拢知哦，按张威哦。嗯。你卖诶，看你落一介绍吼，要讲俗个呀，诶，实在讲诶，真正拢卖好啦，成本价，真正拢卖好个啦，恁卖拢卖大卖价啦，有啦，按怎款我无赚你个钱啦，有，我拢含手上咧撬个啦，啊那撬无咧，撬无了我啊，有，啊撬有得准拄好啊，来啊，搁两分钟，好啦，搁两分钟，今日一讲了，永春那边老婆山。咱哦有这组特别英勇英勇啊，特别马西马西，啊特别马西马西啊，啊人成功，对，迄老大人有这组哦，就加成功啊，啊，搁未搞啰嗦，搁唔惊寒，哎呦，来你啊，哟，我们爱播红果，好，咱带到，老板先，老板先哦，啊，这早唔吃一粒啊，老大人较久嘛同意，来一双谢谢啊，恭喜你，哎呀，这阵老大人啦，身体介无健康诶，你这组，哎，你好，哎，喂。哎，你好，你好，咱到位。台中，来宜山保定，给你报平。哦，光电老师刚聊。来，你好啊。喂，哟。哎，我一组。保安所，咱到你到位。中立。中立来三山保定，给你报平啊。咱三顿啊，吃少哦，你一定爱吃保安所。唔啦，咱老大人哦，三顿拢吃少啦。嗯。啊，有诶，有只捞未掉啦。所以你就爱有这个保养素的补充，你身体才会健康，老大人啊冻会久啦，听会起来，吓啦，啊寒人较袂惊寒啦，啊佫袂搞啰嗦，吓啦，来你讲，啊嘛较有体力，哟，一组哈，一组哈，来一山无牛，甲你保庇啊，谢谢啊，你看伊的营养拢伫内底有无？有啦，满满营养，啊，剩无一分钟啊，来你讲啊，喂，哎，你好，咱到位，好，我家超级，超级哦，来三山无牛，甲你保庇，超级啊。搁存半分钟尔，阿妈存无几位呀？哎，啊，搁两组尔，最后两组。我导播讲搁存两组。老师，那真正后一回只管个那个不要明白呀？来，你讲啊，哎哎哎，我无。哦，来二双，好加载，好加载，你搁存最后一组，最后一组，恭喜你。这通电话给小姐接嘛？好啊，我迄个。那个，然后就会个存阿内哟，有啦，那个没优待哟，就会要个给一罐五罐的哟。是啦，来一箱。那个，来，我先给咱报告一下哦。好。咱今仔日卖点歌啦。卖点歌。哎，今仔卖点歌。好，啊，无咱今日点歌是要因为要晚年啊嘛，搁半个日就过年嘞。新历过年啊，搁半个月就新历过年啊嘛，就紧张啦。这一年来，咱有足侪新朋友、甲老朋友咧看咱的节目，嗯，啊，因足爱听的歌曲，我有给收集起来，嗯，哦，啊，所以今仔日我要来播放咱过去较早捌本过的歌，排名第一名的，哦，点播率啊，点播率，哦，啊，稍等下，这条歌了后，点歌时间。咱无点歌，今仔日顺序要开讲，啊，开讲就是要讲一寡咱对咱的节目的一个指教，就讲啊，张伟，啊，恁两个人哦，节目安怎改进也好，啊，咱就继续，无好讲改进。哎呦，哦，唔得安尼。所以恁即摆谦卑起来个对啊。我昨天就讲你不哩装不大。伊连做侪新朋友吼，伊拢无机会兼老师开讲，对啦对啦对啦，啊，找无机会卡啦。啊，咱稍等下听一条歌了，咱开来开讲。但进现场哦。来，咱即马来听这首《为伊走千里》，导播我行。
好多只，咱看这条唯一走千里，嗯，那是伫咱今年啊的时间当时，八月十，哎，8月12日，8月12日，啊，那一天人点的，啊，的一个歌曲，对，啊，咱来回顾嘛，吼，较早的歌曲，年底呀嘛，哎，对，啊，都。是安尼啦吼，要予咱感觉讲，哎，啊，咱安尼一年，咱的节目有进步无？当然咯，哦，啊，咱种种有改变无？这是对咱的乡亲朋友、老菩萨一种的尊重啦。对，袂使讲啊，你两用了两点钟的时间咧看我节目，啊，我清清菜菜，啊，是讲来骗东骗西，我无爱。啊，咱讲真，我无爱安尼。所以咱的节目虽然毋是介敖啦，啊都。无气嫌菜脯筋啊，你都罔加咸哩，哦，对不对？是安尼嘛。哎，老师，你刚刚讲了一句话，你讲什么话呀？无气嫌啦。无气嫌。啊，菜脯筋啊，罔加咸啦。罔加咸，菜脯筋啊。因为菜脯吼，迄是以前离咱做食的人的种食物的食物之一啦。菜脯。哎，你做个菜脯爱用盐生开嘛？嗯。哦，生开啊，互伊脱水。哦啊，所以因此。这菜脯真咸啦，啊！你晒干了后，这个菜脯也变甲足硬的，啊，全无好加啦，哦，无好加啦。所以这菜脯吼，拢是家己咧食的，啊，一般拢袂起来请人客啦。咱呐请人客袂起菜脯啦，拢是咱家己咧食的。不过那是有多徛手嘛，是多。一个菜无够澎湃的时阵哦，咸的时阵，通常一般做主人的当然有哪会客一半，这个菜脯出来安尼加减倒烧塌，哦，但无倒顶烧空啊，歹看哩。加一碗。嘿啦嘿啦，啊，这个时阵哦，烹一半菜脯出来，这个主人就会讲啊，来啦，无气盐，菜脯筋啊，罔加咸啦，哦，拢会安尼讲。菜脯筋啊。这句话是因为这菜脯又搁咸又搁甜，哦。啊，实际上啦吼，要讲开，有那是一种讲谦虚的话啦。唔系当形容啦。哎，来当形容这谦虚的话啦。如果你若无气嫌啊，接受到我安尼无周到的招待安，哦，安就对啦。啊，人就真够奇怪哩。啊，那奇怪。爱面子，啊，佫作爱安尼谦虚的。所以因此有一挂人啊。请人客一方面哦，哦，办啊足澎湃，嗯、啊一方面佫讲啊无甚物菜啦，无甚物菜啦，尽量腌来，尽量腌，啊无甚物菜啦，尽量腌。啊，规桌顶拢满满是，啊，规桌顶啊，鸡肉吧。对啊，大行有啊，讲啊佫无甚物菜啦，来尽量腌安尼啦。嗯，这呐对个外国人哦来讲哦，伊对咱国下这个民情无了解啊，也感觉足奇怪啊，都明明都办规桌啊，佫讲无甚物菜，哦，对不对？不过，不管这菜有澎湃，甲无澎湃啦，请人客是看你的生意啦，生意食最低嘛，对不对？对。大顿细顿，有当时讲一较歹听的，你若无生意，啊，办甲足粗糙的，食得到地嘛，食得足艰苦吞落嘛，食咧嘛歹消化。啊，人客这主家请人客遐，你也无生意，哦，对不对？啊，你若有生意吼，咱讲真正凊彩规盘啊，看起来虽然寒酸，唔过。哦，你吃得到地，你感觉真欢喜，因为有生意，你有生意嘛。但是偏偏哦，就是真侪人去红请，拢看桌顶的物件，伫咧，咧亲近亲娘的啊，啊对不对？所以忽略了这个主人，伊是唔是有这个生意无？所以因此，这个无气嫌菜脯罔加咸，这句话有值得咱大家来甲留一下啦。我咧认为啦吼，请人去食饭。咱自家己的气力，这介要紧啦。哦，如果你那是寒酸淡酸，哦，啊，互对方真无欢喜，那么这个人以后，咱就减请。啊，当然。哦，不代表好。无请嘛，无要紧啦。如果对方，哦，那甲讲哦啊，含你同款，咱菜脯羹啊，食到莫足欢喜的无？这种人就是无咧注重外表面的啦。哦。应该伊都唔是酒肉朋友啊。哦，所以要讲开啦，去红请嘛，不应该看讲啊，你这办家遐尼啊寒酸，啊，到咧无欢喜，未使，甚至佫误会对方的生意，未使安全。咱应该看对方，伊都无能力，你要计办偌好，哦，对不对？哎，都散只，不过伊讲肯
要请人，伊请人一顿，伊都要欠几礼拜呢，哦，对不对？那怕是菜包。哎呀哎呀，何况你哥那无气嫌，反倒当表现你足随和的，对不对？啊，红请嘛足诚意的，对不对？唔得安尼，所以呢，无气嫌菜包囡仔忙加咸，只干那有诚意啦。菜包哦，不但盖内包。而且呢，愈煲愈香，这就是叫做君子之交啦。愈煲愈香啊，愈煲愈香，愈煲愈爽脆耶。这个小人之交，这个甜如蜜啦。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对不对？啊，君子就是安尼。今仔我来恁家食菜脯，今仔食到足欢喜，这个真感朋友啊。哦，啊那咁嫌小人偏的啦，哎嫌小人偏的，哎真卡难讲。啊！要食食，还唔小心皮，迄种皮我卖搞啊！哎呦啦！哎，点歌啦，点歌！老师，那今天你可都唔讲唔爱点歌吗？今仔来开讲。开讲时间，啊，恁讲唔讲？我都看帕姐开讲时间了咧。开讲时间啦，吼！开，哎呦咧！这我八姐有准备。好是哦，你们想你看子哈？你们想恁大伯会做这个工作？这是八姐风格个对吧？对对对。开讲时间啦，吼！那无十分钟啦。开讲时间哦。咱今仔无点歌。对。今仔纯粹开讲，哎呦，介济人讲。哦，咩人咧开讲啊？拢讲三句呢，拢要点歌点咩话？啊，即卖就当开讲。哎，即卖个唔免紧张啊。啊，老婆生咯，十分钟咧。要讲天、讲地、讲后夜、讲饭咧。哦，所以你尽量讲无要紧啊。对。今仔日就当讲啊。好好。要讲小讲屁拢无要紧。看你要讲啥，拢尽量讲啊。我正家人讲的，看要讲啥，讲小讲屁拢无要紧啊。太是啦，我这人咧讲话足直接，而且这正家会向脱开的。我这个这个行的，我也未害人得好啊。恁老婆在关系啊。哎呐，来你讲啊。喂，张老师。哎，阿帅。阿小姐。听到你咧讲，哎，你开讲一下。对啦，对啦。咱那熟识有那真久啊呢。哎呀。我感觉你节目未歹啦，我拢时间啊够，我直接来等你啊。安尼呀。哎，我忙到个礼拜啊，是你。你有上班无上班？我赶快，我刚到，时间到，上来说，哎呀，啊，你咧讲请人客者吼，为有影，为做，要哪讲？做，为做破案咯，别人讲，啊，我未呢，我只做做咯，但系阮翁因较早客人慢慢的离开，就阮，阮职工工职工职工个呀，即摆拢少年人较无在迄落啊，慢慢离开，啊，阮头，嘿，阮头就那客人，啊，我不管是客人好多人，阮都啊，阮见朋友来，我如果要来遮食饭，阮都拢煮啊做青草，煮青菜讲啊。安尼，我白煮煮也袂啦，那么煮我做生炒，先宜啦吼，先宜啦。好啦，啊，大家一讲吼。谢谢啊。啊，恁那阵啊好啊。感恩啊，谢谢，多谢多谢。拜拜，老师。阿帅八十几岁啊。嘿，你真正听袂出来。伊八十几岁啊，真可以，咱这阿帅一大台中。对。啊，搁咧吃三苦。有啦。哦，啊，伊身体要讲开。拢老师咧也顾。卖讲拢我也顾啦，伊也无气炎咱啦。大家有。啊，有啥物问题拢会找我啦，安尼啦，吼，啊，年年的工作大家嘛对咱介认同啊。来，你好啊。喂。你好。哎，你好。我是张辉。我是你好，咱倒位。咱倒位。我台中啊。台中哦，哎，啊。你台中可以，可以进去。我今年唔你讲话啦。哦，哎，安那，我你一个建议，你袂当常常拍声音呐。哦，袂使常加拍啦吼。啊，无安尼，无叫伊甲我拍，好唔好？唔敢。好好好，你当常来拍，我做落会唔敢诶。你啊看，我甲伊拍讲袂使啦，啊，叫伊甲我拍讲，讲好好好啦。你哦，真正，哎，你重入轻男呢，真正。你袂使大家爱拍，爱有当时伊拍你。哦，哎，安尼吼，少拍你。好啦，我看你。我拢爱查，因为阮逐工我人歇困的时间，我有咧看，大概你拢嘛爱查，伊也嘛来查着。安尼个，好啦，好啦，建议啦，好啦，好啦，好，谢谢啊，谢谢，好，再可以查，安尼好，好，好，谢谢，拜拜。喂，安辉耶，阿姐啊，哎呦，今仔日吼，有当打电话，对啦，讲话是偌好个，今仔开讲时间呐，是呐，因为过年要到啊，大家保养比较差呀。拢在采用，我人无看哦。啊，这人讲真个，咱熟识有那一二十年啊呢。啊，你哦，啊，穿个衫拢安尼做，
做怕，做怕呢？也好看。奇怪，啊，那个愈来愈缘投。哎呀，啊，用啊吼，安尼最近用个头毛安尼，水亮亮。是矿物呢？矿物呢？等个电无偌久呢？哎，啊，这你矿物呢？哦，无简单呢，哟。就无。是啊，是啊，是啊。啊，之前迄个唔知两公啊三公，穿一件衫黑色个，佮套一件外套，哦，黑色个，安尼无合。哦哦哦，安尼无下，安尼较好，哦无下，一定爱一定爱有两色对色就对啦。现在，哦，安尼两领拢换外套含在底，哦哦，安尼较袂晓出色，安尼较袂晓好看。安尼也像我来考证穿红色的裤哈。安尼好啦，哦，我唔当你，安尼含你讲，哎，哦，恁爸哎，对两三间拢冰冰，好啦，好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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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你搁遐猜？你连讲个，哎，你要看我，我搁看我来讲，那那真重呢。喂哦，喂，嗨你好，哟，哎呦，那你有咱倒位？啊，我住永固西路。永固啦吼，哦，倒先啦吼。啊开讲啦吼，阿妹，我是，我想问讲，银行敢计安哦？哎，阿妹呢？平平的。伊这加刀平剃到出来，莫这莫，这命无够大，计计危险。哎呀，阿妹啦，阿妹啦，哎呀，我爱跟你过。啊，你娶你娶阿妹啦？这才啥子娶咯？啥子娶？啊，娶那个猛车，啊，就叫我们样转。啊，啊，给个猛哥嘛呀？哦，阿妹啦，阿妹啦，啊。啊，有什么可给？有啦，为什么给？你离婚了，你卡卡电话啦，啊？好。哦。那还能离婚？哎呦，哎哎。电动车啊！电动车恁开讲啊！有啦，啊，阮郭大哥有厉害无咧？恁郭大哥去运动，好去运动啊呢吼！嘿嘿，阮电动车啊，阮有那过十外单啊。我咪甲你讲，你有你真厉害呀！安那讲？啊，住迄块一块地，含你熟悉较紧，啊，你有经验，我都通去啊呢。哦，我足侪人安尼全国。南部另外强敌啦，一窟。一人深的温啊呢？对啊，我知影，阵都还没熟悉啊。啊，迄阵你有看嘛吼？啊，我迄阵就是开车吹到的啊。哦。我唔管，唔管吹无，唔管安尼哦。哎，带阮左囝去吹啊。有啦，天下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哎呐，有迄心就当吹啦。对啦，对啦，对啦。我讲你不简单啦。唔爱讲啦。啊，应该嘛是不简单啦。我做行安尼，家己的下早时做的迄个工课，啊，迄剑拍出来。安尼吼。还做好呢。哎，做好，做好。会当看迄景，袂当去的话，当看迄景。对啊，对啊，对啊，谢谢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哪里有？康老师，阿英你好。啊，是啊。嘿，老师。啊。咱这节目讲起是做乡土味啦。做乡土开的。嘿，今年哦，咱老师教阿英嘛是拢装卡囡仔吼。对啦，对啦，对啦。啊，所以有时啊，佫困难好多。哦。哦，都要友好。啊，对。啊，有时啊，佫讲一寡像笑甲巴肚肠啊，就要抓抓。哈哈哈。啊，这讲起这节目是互人骂饿了足济人啦。多元化啦。嘿，骂饿了足济人啊。是是。啊，嘛真正讲起嘛真正足好，因为嘛教人安怎好多，安怎迄落啦。啊，本地就是安尼。是，不老惊就忘记安尼。嘛，这基本道理哦，咱一定要把做人的基本道理。嘿。都免讲会背天正地啦，但是咱做人基本道理爱办啦。嗯，有影有影有影，对啦。啊，有时哦，老师要讲到迄较正卡的，阿爸拢甲请出来呢。做工嘛请出来个。嘿，他们阿爸拢甲请出来。做工作，做工作嘛拢请出来。哈哈哈哈哈。阿妈嘛请出来，拢用过了，阿爸坐小轮椅啦。哎啦哎啦。啊，这节目真正好啦。好啦，谢谢啦。哈，感谢你，老师笑笑安尼。好好好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功德这好德，咱公属性啊。哎呐，百善孝为先呐。哎啦，这是基本的配备。人古早人讲的啦。对是大人若不好你拜神无用啊！你对生你诶都不好啊！你搁拜天公伯啊，天公祖寿落阴阳去拜，人毋是安尼啊，对毋对？啊，若是讲哦，兄弟若无亲哦，交友也无益啦。啊，恁爸共一个老母生出来，兄弟也都无亲啊，你交朋友会当偌好啦？哦，对毋对？咱大家都爱知影。以前哦，有一个善良人囝哦，
啊去庙恁咧拜拜，人咧人咧咧普渡啊，哎拜拜啊，往个行李吼，啊鸡啊只大只啊，食个只尔，哎，爱着善良人啊，爱猪肉一条啊，啊鱼啊一尾食个尾安呐，拢洗本的呀，嘿啦，啊大家拢甲笑啦，讲啊你个行李都咧洗洗办啊，啊两。鸡啊，两只鸡腿阁无去，哎，你对新民介不敬呢？哦，迄只鸡阁无鸡腿个对啊。哎呐，哈，哎，你善良人囝就讲啊，你敢知影正几点啊？这拜了过头啊呢，啊，阮老爸老母啦，我拜神拜叫要死面咯，我鸡卡两只，一只老爸，一只老母先吃咯。哎呦，啊，你甲看嘛？好真正嘞，迄新民介会够原谅啊嘛？当然啦，新民我讲唔接好处。哎，你拜甲斗大只啊，叫人讲。在生啊，一条刀砍死后咧拜地头啊！爱要钱，哦对不对？咱都爱较较有好嘛，爱吉时。嘿啦嘿啦，好，咱过来听听一条歌。好，老老老师，咱即摆要来听对条歌啊。听一条啊，《昨夜梦醒时》。啊，咱都叫他听台语的，即摆我来听国语歌。是，来咱做联想，《昨夜梦醒时》。回顾一下，啊，昨夜梦醒时，你咱一年来吼，啊，咱讲的话介济，啊，本的歌介济，啊，介济话题，哦，咱当然无多哩，短期间来拢总回顾，但是咱可以重点起来。咱一老菩萨拢咧看咱的节目啊。有个人，伊讲我足想要含你开讲，啊，拢找无时间。有啦，要讲两句话话。即几工啊，即几工啊，你点歌，即摆无开讲啊啦。即摆无啊。嘿，咱你点歌时间十分钟久吼，啊，大家开讲啊。大家拢有个对话。嘿啦嘿啦，但是，咱关心身体健康较要紧。当然咯。啊，无错咯。
我歹势，我讲一句歹听话啦吼。我这人咧讲话吼较直接嘛。啊，我这嘛是拢听较早的长辈讲过的话，我捡因的话，这个意思起来讲予咱听。什么话叫你要叮当的？以前我一个职工嘛，一个讲啊，恁趁钱唔顾身体，恁无趁钱是要买啥？啊，干呐要趁钱要观察呢？哎、啊欸，我前我职工拢安尼讲的。讲话才直接啵。哦，较早的人咧讲话就是安尼。哦，啊你，咱钱赚来，咱就是要吃东吃西，咱不是要去吃药啊啦。啊，赚钱讲，茫你去看医生，咱赚钱，咱就要来去看风景，啥物去看医生啊？哟、哦。但是，不过咱身体未做主体，你就无法度。嗯。啊，这为什么样？因为你就是过去较早无方法，未要顾身体。啊，你唔知要为着顾起，这未使怪老婆生你，因为以前你可能也无看过咱的节目。啊，嘛唔知道要安那顾你的身体，我嘛相信你嘛有可能足要伊的身体，唔过你嘛浪费足侪时间啊，嘛开足侪冤枉钱。年纪个有啊？哦，是不是安尼啊？就免讲啥，讲这个寒天人就好啊。这寒天人，阮足侪老婆婿咧，脚尾、手尾冷叽叽，迄袜仔穿两三双，同款个冷叽叽。为什么会冷叽叽的？哦，对不对？甚至哦，佮冷加哦，脚尾、手尾麻，按麻麻到唔知影麻呢？迄温热呢？哎，行路脚也袂下地，也冷得会转温热。袂堪你一摆。老大人啊，温热一日内哦，骨头都歹啊呢。嗯。所以袂使有一工。即阵那是咧看我节目，那有人个脚尾、手尾会麻。会麻。有个人甲我讲，怎会介奇怪呢？啊，我哦，都去看医生啊。啊！医生冇开清胃药给我吃，讲我循环歹啦。哎，啊，我都有冇咧吃，啊，血检看哦，嘛无红字呢。照你讲循环爱好啦。啊有啊，伊个血嘛清啊。啊，问题先啊，较过会麻。原因出在倒位？这做危险的啊！遐会顾脚顾手的，就是拢安尼。啊，我都血清诶。嗯。伊都忽视了着伊为什么会麻的问题。为什么？啊，到落尾伊都去顾脚顾手，就是安尼。脚老袂掉，啊！我都有咧看医生，真遐顾脚顾手的，倒一个要看医生。啊，那无算，遐顾脚顾手的，倒一个要看医生啊。嘛有啊。那我讲啊，唔是医生含慢。啊，无咧。医生伊都，你血流，互你血清袂通透，互你通透啊。唔过，就是干那一点，迄、那个麻伊无法度甲你止麻。伊有法度止疼，无法度止麻。无法度呢？啊，为什么原？咱的脚尾、手尾会麻吼？你爱先对血经有了解，老朋友拢知啦，新朋友你注意听啦。因为咱的血经有分动脉、甲静脉。动脉、静脉。什么叫动脉？心中是三条冠状动脉，趴落去就是叫做动脉啦。出血流出去拢是动脉。叫动脉啦。所上影响感染起的。嘿，迄咱目睭看袂到啦。顶底。啊，伊那伫个脚尾、手尾流倒转来。呵。迄叫做静脉，咱咧注射血经迄啊。迄个是咱的静脉，啊，叫静脉注射嘛，哦，迄个叫静脉，哦，迄要咱爱了解哦。那么，咱的血经有分高的、甲薄的，上薄的你都知无？倒位？你头壳？脑部血经上薄。你捌听人腹肠脑筋？你敢捌听人腹肠脚筋、手筋？唔捌。血压欠广开，腹肠脑筋。嗯。绝对无听到讲啊，迄个血压欠广开。不等脚筋，不等手筋无嘛？哦，所以也会更加上薄。上薄就是头壳。头壳上薄。对对。啊，来个有粗的加油的。上油的。上油的对，你咱的脚尾、手尾、查甫人的器官，哦，目睭，迄种足油的啦。这是末梢个对啊。末梢，拢末梢。那么为什么都会青啊？啊，医生嘛有开药我吃啊，啊，验开都无红字，是哪个咧嘛？即阵看你的脚就知影嘛，你看你的脚盘甲脚掌有共色无啊？无共色啊！大腿这色，对；脚掌这色，对；脚盘这色，哎呦！啊，这几都拢差不多要锯掉啊！哈，拢乌去啊！伊一开始嘛是安尼，啊，达达来，就到落尾乌去，啊，规几都拢安那，拢歹呀！伊嘛是胃麻开始，胃麻开始啊，麻甲脚锯掉。所以即阵那是老婆说你啊一个人看你的脚盘，嗯。那你的脚掌有共色无啦？那是无共色的话咧。无怪你脚麻麻袂好啊，因为伊有沉，那个杂质沉底哩。杂质，
咱的会更内面有十集，哦，像这样呢，十集有十集人，啊，十集，迄十集你要甲台下调的，爱有什么方法你敢知？这看一般青会有同会了，无法度，无法度啦，老伯山，这个十集就是爱靠咱的会第一靠会金的弹性，会金，偏偏咱食老啊。咱的血筋弹性较袂遐好啊，无弹性呀。哦，对，较袂遐好啊。第二，就爱靠咱的腱肌肉，咱的肌肉，咱要压转来哦，要把迄脚尾、手尾遐遐十节压倒转来哦。为动脉拍到遐静脉压倒转来，爱靠咱的腱肌肉。偏偏咱食老啊，咱的肉软去啊，咱无肉无力啊。有个人讲一下，徛都徛袂久，行行袂远。伊够力，通去甲压倒转来。所以你十只个钉伫脚底啊，就钉底里啊，伫咱的末梢啊。即马钉落哦，伊愈钉愈侪，愈钉愈侪，你的脚盘含脚掌都会无共色。哦呀，伊都会无共色。有个人无遮严重啦，不过伊偏偏就是无共色。无共色来，伊就一年一年愈来愈严重，甚至哦，都唔免去弄到伊家己的老汤哦。老组织一老出来，啊，即马来伊的感染都在固掉，啊，无使。通常一般啦吼，糖尿病的人啊。哦，啊是讲哦，一个无啥咧运动的人呐，搁来年岁有诶人啊，老大人呐，循环做歹，脚尾手尾做高白，平常时做高白人，这种情形拢有可能发生哦哈。啊，这寒人一个愈严重哦。啊，当然是安尼啊，所以咱怎会做替咱做烦恼诶？系啦，安尼啦，安那，时间的关系啦吼，怎会一个观念方法落你？好，你敢知影第一？脚尾、手尾未麻，好，拢未麻。你的脚盘甲脚掌哦，唔免介久，伊就会干涩啊。末梢循环，表示讲伊循环介好啊。对，健康肌啊，佫免肌肌叫。未肌。暗时佫会好困，甚至哦，查甫人哦，查甫人的器官是海绵体嘛。所以遐嘛是末梢。啊，海绵体伊无骨头啊，伊是靠肠胃啊。好啊。问题迄足油啊。卡掉的啊。末梢啊，拢塌的啊。啊，你迄唔是一般就会当穿的行。所以咱这个方法，伊就会当让你一个海绵体安尼会充会巴，会油压吧，油压切会巴滴，安尼查甫人唔得袂漏开。哦，卡那袂吧，遐个我老发多啊。对，这一斤二个，猛拿减四个，来，保留储备干保庇，身体健康正百哩，卖让你脚尾手尾安尼麻啊，你安尼拎起起啊，来。哦，拢袂麻。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台医师。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19 疫苗接种率。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防疫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共同守护健康家园。来，乡亲的朋友老婆子，来，惠安同的银杏来啊，一天而已啊，一天而已、这欠人欠人这回来嫁嫁出去就剩没多少了，都进口油来看一下，看你哦，来回安东的银杏，来谢谢啊。这个老婆子，我们哦早晚两粒，两粒吃饭饱会再吃两粒，晚上吃两粒。好，老兄弟，十波人，你现在老这种啊，你就会去一照三顿，照三顿哦，迄食两桌哦，你就会当报仇啊！好，当时咧报仇。较早哦，恁某咧甲你饮老空哦，即马买互伊化救人，真正。一罐一千块。买两罐，甲送两罐。买两罐。老兄弟，来赶紧嘞！买两罐，送两罐。真正有影实在。哇，安尼个真解过啊咧！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小个满意啊！对不对？一罐搁啊加落去啦。安尼啦。安尼啦，五罐两千块。Hello， 今仔剩二十一咯，二十一组啦。最后二十一组尔，剩二十一组尔啦。来的货介少诶，老师，啊，敢有咱的画刷当前招财？无参无远，近看看进门。哎呦，这赞了！今年都近看看进门尔。对，老婆婶，咱旧年有赚钱诶哦，今年都要做挂神书，你今年都要搁赚较济啊？有赚到无？好，来啊，二十一组啊！赶紧看到位。空八空空
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这大人上需要的，就是咱的人情。来了啊！来了。哎，咱到位。我新德。新德啊！我自己的名唔对，你甲改一下。来一双个接袂来。我先改卡，唔是真卖。来了。喂，你好。嘿。哎。咱住伫到位。我住桥仔头。桥仔头啦吼。是哦。咁捌买过？捌啦。我帮你哦，来啊，二双二双，谢谢啊。恭喜你，张波人，你要抢到，就是爱为人情开心。来了啊！喂，你好，哎，我买几双健身鞋哦，好，买健身鞋来三双健身鞋啊，来你好，喂，喂，嗨，哎，你好，咱到位，来四双啊，这位来，谢谢，喂，来你好，喂，我几双，咱大到，高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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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谢谢啊，你先到，先快点，喂，你好，联合信利，哎，你大哥，你大哥老朋友来一双是谁？恭喜你，咱查甫人老几组哦。你那内裤脱开袂漏开，对，冲冲冲！你卖乌白边啊？咱张伟要甲咱只老爷子讲，咱只过年咱六十六啊，咱查甫人冇乌白边。为上基本的，啊用上为上基本的来，啊个足健康的。啊安尼来，咱唔得，那对不对？查甫人唔得，哎，顶天立地，车掉会固，啊，来你啊，喂，张伟你好，好你好，啊阿英你好，张老师你好啦，啊你好，就这样。我那边一招银行，好来一双，谢谢啊！哎，来，谢谢，来你好，哎，你好，哎，你好，我是明妹一招啊！来赞呢，咱带你到位，哇，中力啊！来三双中力啊！阿伯欣赏啊！来你好，一板桥不要一招银行，一双板桥来谢谢啊！八分啊！来你好，哎，你好，哎，咱到位，高手了，四双高手来谢谢啊！喂，来你好。哎，嗨！哎，老师，老师，我问你一件代志。来，你说，我问你。今麦无闲，今麦有者问了。对啦，电商是几工？你唔问你，人咧广告咧问问你诶，我靠你！我性地无好呢。嘿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今麦个广告时间，即拢算秒啦。今麦广告，你要问啥？你等无广告诶时阵，较问。啊，较多人问，较多开工时间会当问。那无广告，看你要问天、问地、问好呀、问问你种尽量问。来，赶紧，够偌久？够五分钟。那无错咯。今日一工尔，人情。即座人情哦，咱那迄个像查某人哦，你若买转去。啊！你若互恁翁食，食食，你搁喊救人的时阵，你是忙打电话来搞我累。哎呦，那美妙的不得了嘞！哎，迄个钱你咧开，阿爽你再爽，我来讲。啊，有这种咱那么较精工。来了，喂，啊，要做银行啊？赞的，阿伯做伙食，好，加赞的来一双，谢谢。查甫人，你要抽到银行，赶紧赶倒来。来你好啊。对啦，查甫人都要靠这啦，来二三谢谢啊。这吼，今日当一减二个的呀。有啦，那莫学别变啦，莫想我一空，我两空，我不落空，我哦。人情寒，当个只。来你嘛。喂，嗨，你好，喂，好的，来三双谢谢啊。恭喜你。来你好。喂，有。来四双谢谢啊。哎，你个丢啊。有。来你嘛。张伟。好，好，好，来。张茉莉大姐。张茉莉来。哎，我双我双，赞赞赞！张茉莉大姐健康拢老实咧顾，带病东西，因为囡仔咧做医生，啊，身体拢我咧顾，顾十外外单啊。有啦，拢放心交予老师啊。哎咯，咱即老兄弟我来讲啊。十个人啊呐。一个点点啊，吃得好啦。哦，咱讲真正啦。卖汗个对啊。吓啦，要咱得爱互伊出其不意。我恁某讲哦，我按最近看拍安尼啊，出其不意啊，啊都对啊啦，哦，可以愈恁某愈爱你啦，来你嘛，出其不意啦，喂，无啦，爽一工伊就艰苦骨头艰苦死你，最后三分钟，空不共同，空一年五八九，啊你若无赶等来遮，你个客人伫遐咧欢喜咧，你讲你啊，我基山买两座银行，来啦，刷两座啦，真正，啊你个对啊，来了，你好，嗨，银行搞我上一座，来一刷一座啦，谢谢啦，来你好，你好，哟。我带来要装，杀刷啦，咱就对嘛啦！赞赞赞，真正啦，你好，喂，嗨，哎，我要一道金，来四刷啦，谢谢啦。哎呦，这恁我吓怕嘞！人生的福寿，我即马开始哦。
哦，今麦来开始要派出所开始不用啊！先来讲啊，今麦来三更半夜，你没有话救人的。老年啊！出面隔壁人会报警察讲，哦，这方案安宁。哎呦，这真正。你莫讲，这爱唔爱上大车？枕头砍的啊！啊，不然左人爱搞像个鬼干掉。老师你哪里讲啊？我真看人妈的讲。两块钱两老婆散。空八空空空一厘。五百九的电话啊！就是讲，咱以前吼关灯来吃，咱暗时啊嘛较好困，啊人嘛较成功啊。对啦对啦，主要是安尼啦，主要是。对健康啊。咱年会有啊，咱这组尤其是关人高啊，这组袂使无啊。年轻啊，对油条。有，来你哦。嘿，老师你好，我是周云天。钱你再花，爽你再爽，来一爽，谢谢。哎，查甫人嘛有好无？又一个外号叫做妈妈的。哦，妈妈很快乐。来你好喂哈三位啊哟啊小姐你要找小姐呢哟好来来三番呢三番呢要几番呢两番呢来你好那来我是一种赞你那个南城的学校课这样三双谢谢一点二个啊好啦真正各当健康各当好人快乐好啦还一分钟就好了来就没优待啊来一分钟还出来了有买有刷啦张威一口钱都没给你带下来你不要吃过五元两千块银行这么小这么满意耶最后一分钟啊把握机会空八空空空一二五百九的电话啊！今日一讲娘娘，哎，无啊无啊，我食个无介绍啊。哎啦，啊，咱都，即即摆船包拢塌掉的呀，老婆你知影，即摆非常时期哦。哎，你好，我来喷水喷水。啊，空八空空空一零五百九的电话，赶紧卡。为了咱来听听风吹啦，好冇？哎，你好啊，哟。我请问一下，啊，这手吧？来一双一双，我是今天没人过来镜头。来，迄落迄落来，即马后一条什么歌啦？即马啊，那个咱进现场来念咪啊，咱当入现场来讲啊。喂，喂啊，哟，来一组。好，来一组来迄落三双，谢谢啊。来，你个。来四双，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啦，老婆老师，进电话入来拢总优待，赶快喏，赶快这关，后一回个真正无这关啦，因为这晚无主气给气盖关咯。有啦有啦，所以今麦要够五关两千块。无参无用，健康看进门。老师假期开工过，今年发财靠进门啊。对，来上。啊来，来听一条啊国语的。这条歌，咱诶，离阮诶年代哦，迄阵拄啊，当你爬起来的时阵。然后老师，你迄阵爬起来咧，在滚咧。你唱的啦，以前拢用迄大底刻盘无哦。黑胶的呀。来就无大诶，好诶，收音机大台的啊。黑胶唱盘的啦。人而不能留，来做音响。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咱母娘中天照明。啊，真侪人大家拢啊真踊跃。嗯，而且大家拢爱做个代志。啊，我替咱大家真欢喜啊！有介侪新朋友讲啊，我想要扶持一个月100块尔，迄个张个亲像去庙里咧拜拜，买一个金纸无唔得啦，迄个贴一个香纸，其他工贵我替你做。困难的讲哦，老师。你都干哪买一百块金纸安尼尔啦？有。啊，有人讲啊，我要扶持的问题我。啊，不要回钱，我你唔免去银行啊，唔免去邮局咧。我嘛不要写字呢。你到电话拍来，甲小姐讲，看是要三个月、要半年，才家己的亏得，唔免坐啊，意思搞到。然后呢？啊，伊就寄单给你啊。收到单了后，来去西门全家 OK 来尔付得当缴啊。侬唔免签名，唔免登记，那唔免手续费啊。安尼就当完成你后期的工课啊。啊，嘛当完成咱管吧。哦，你看有真侪人个身体不好，有那个纠结，好因嘛是拢都爱爱爱。哎呀，那新婚呢？哦，那母牛好奇节，老师新主教给我们的好奇要菩萨。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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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来，三双接袂。你电话上大，电视上大声。哎啦，你电视装个这么大声，我讲你听无啦？啊，你家己插着你家己。哎啦，啊，咱你都会去进啊？好。那是讲厝内面有个老大人身体不好，还是徛街较袂平安的烦恼人的这种哎呦啊！好奇一个，张老师你好，阿英你好，少主持人好奇。好，来功德无量加百年，来一双，谢谢啊！来，你好。我咪爱去做。你稍等下来，医生啊。不是，我先做内双。啊，那不是广告时间哦。好。咱呐有诶查某人哦，少年的时阵都较唔捌代志啊，较未晓，啊是无识字，多囡仔去拍卡拉去者，即较高点到半手啦，即业种，即业种较重啊。爱好奇者。即问你家己就知影，起起价价，啊身躯顶装病痛，有诶无诶啊，医生看未好，作济啦，啊烦少年安尼啦。啊，咱这一个月100块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正要来做功课啦。啊，第一泡好。哦，啊，咱那有要好奇的人，你甲电话泡小姐啊，小姐较该做登记啦。哦，来，咱来做功课来。演出时，张伟再来。恭请到咱保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哈。在咱这个中间病院高病房13楼3375层，黄圣杰东港妇婴病院7楼751病房，张明丽高一12楼高病房16号病床，林彻珍台北市成功病院6楼6191室191层，郑桂雕金。李江乡中和村南进路15-1号，胡兴家园林胡准路2段84巷77弄20号，黄秀清淡水区大中街34巷12号1楼，柯阿勤三民区应吉街105号3楼，柯秀基东作病院10楼李科高病房。新生理区 PI02床，咱的郭正硕，花莲区三民街42-2号林丹银，邦寮病院2楼201病床，康英龙，洪山北德路140号9楼，邱家应，内埔乡美和村中英路241号，张苏素华。彰化市大埔路484号，陈美芳，中国医药大学附属病院急重症大楼610-2号房，萧福树，高雄人物赤富街79号，林秀琴，而且恭请在咱母娘慈悲来给恁保庇，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咱再有真侪位来给恁母娘当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中山区李子贤6个月，民雄林宝林3个日，中立林静源3个日，马京卢正当贵12个月，屏东区罗迪金12个月，新竹安丽兰安美丁各3个日，莲雅区吴文庆12个月。
当阿辉六个月，吴春才六个月，吴家兴六个月，杨王春三个日，杨进强三个日，杨建玉三个日，杨景斌三个日，杨连林三个日，赵黄彩鸾三个日，三明区陈春义三个日，小港林血木林张梅国十二个月。燕巢罗坤泽六个月，林园洪吉川三个日，中华林芬清三个日，林苗林香苗三个日，台安李素贞五个月，台安区柯美月五个月，文山区陈义章、陈宇杰、陈立希各五个月，任务洪淑芬六个月，大寮。桂美祖 三个日，关庙柯淑清、桂进雄各六个月，城头萧优准、萧玉龙、萧玉章、李文清、萧福士各三个日，中华李怡达、李怡化、林端魂、李天福各三个日。林水魂三个日，李天福三个日，代理林九柱三个日，六个月，宏源张碧纯三个日，新店廖丽芬三个日，五个李英宏六个月，英和苏晓平六个月，三中区郝洪昌、杜秀峰各十二个月，吴杰香依然。李秉荣五个月功德无量哈，张会家来恭请，在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人间的保庇哈，和你当千古小个小在英雄争夺功名，从灵通地狱开通，弘扬化解界形象，在万光千万寿大吉，福气双修，法喜充满，咱今物来进行着咱的智慧容易。手把青乌插满殿。地条便见水中天，绿金清净风味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善信大德，诸位菩萨。作为孙杨书记，时间一到，一定含咱做伙伫咧做一个功课。小等请各位即个今日即个功德，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土卡伫咧烧，水灵伫咧烧的一切众生。也请今日即个功德回向我在过在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今日即个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哩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个。那么手里呢，修念珠，咱请个人珠请起来，无念珠个人请双手合掌，心肝来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咱昨昏的这个话题，一开始我先来一小段的经文，小等我再一句一句来给咱做解说。咱昨讲到呢，离杀害离行死共。王逆时世尊佛告梁王言：若有菩萨以此成业，以修道时能离杀害离行死故，相互灾报无能侵夺，终受无妖啊！不为一切万刹损害啊！那么以下这大段的经文哦，就是咧讲到咱这个十善落实在这个。菩萨行文之中啊，所以因此，咱也当来体会到着这六道、四无量心、四念法、三十七道品等这种种的法门啊，拢依照咱这个十善作为基础。那无这个十善，就无佛法啊。啊，那有这个菩萨以此成业，以修道的时阵。这个成业就是讲人天的成业，具足的十善，
众人无依照着大小乘的佛法来修行，也绝对不对这个三恶道就对了。因为贪嗔痴就是三恶道的业因嘛。贪心对咧恶鬼侵毁，对咧地间无耻，对咧畜生，一旦来远离这个贪嗔痴，就绝对不对三恶道。这就是人天的根本啊！你这六道里面哦，要处理到人天的根本条件，无认知修行是袂使的呢。令你杀害，你行死果，这就是讲不杀害、不杀生，你来行布施，就能得到相互灾报嘛，而且个果报嘛。所以咱的富贵对对来啊，绝对不是对杀生得来嘛，是因为咱顶世人修这个善因，这世人会当得到善的果报啊。所以佛唔在咧讲，欲知前世因，今生修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所以这世人会当得到富贵，就是过去生当中所种的善因。即使咱家己用非法的手段去取得到这个富贵，也是你过去所修的善因所得的。你咱这世人所做的业，你后世人都要报。上可惜的是，你顶世人的福报，这世人来做歹呐，安尼都未使啊！啊，这就是事实真相嘛。所以佛为什么堪称为叫做报？就是因为伊透彻了了解着三世因果的一个事实真相嘛。所以呢，财富是安怎来？修财布施得来，就亲像恁大家咧扶持同款呐。啊，扶持住家，扶持的基金起来做善事，这就是咧财布施嘛。修财布施所得的财富，无人侵夺啦。哦，无人会当甲你侵夺。无人会当甲伊侵犯，即阵所得到财富的人，日夜忧虑，啊，像阮青阿长的，不但袂当享受，反倒当钱伤济，毋知要藏伫底，搁请保全。那是依照这十善法来修布施，所得到财富，你就袂失散呀。中寿无夭，这夭就夭折，意思讲短命。你若无杀生，就是无为布施嘛，哦。伊个胳膊就是健康长岁寿，即项工课我逐工都咧做，啊，我逐工咧做拢是为咱个老菩萨咧做。我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吼，我一下仔啊爱饲野生个个鸟啊吼，不管是壁炉啊、厝鸟啊、房家家庭哦啊，一个白头起来有诶无？一仔啊拢两三百只，一仔啊。那么遐鸟啊咧食个物件，为对来？为咱一月日扶持一百块的基金摕来，所以扶持的人，恁的工课我拢替你做一寡只无为布施就是，所以你才会身体健康长岁寿啊！不为一切万刹来损害，这万的万清借助嘛，刹就是刹，这个道刹嘛。过去无量劫以来，咱唔知影含偌济一寡众生来结冤仇的，啊，种下了这恶因，但是佛伫咧讲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这个缘，那无缘，虽然有恶因，恶果有那袂现前啊。所以即阵咱去拄到这佛法，信修奉行，将咱家己的心性变成的顺心，恶的缘就断啊哩。纵然你有完成这处，无这恶缘恶果，伊就袂现前啊。所以转变这个果报的关键在于咱的缘啊，因为过去所做已经无多去改操纵啊，啊你缘的，咱会当来操作。所以咱修一切善缘来断一切这个恶缘，咱这个万刹生海就会当远离。重点是去断掉啊，有那是一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碍大事就对了。所以吉祥和福在咱自心所转啊。因此决定袂使杀生，也不但袂当杀生，伤害人的念头，包括行为都袂使有。那一切众生因为我来生起的这个烦恼，这就是我的不对啊。所以十善所修的相当的有一个相当的赞处，就是讲不用合分，不生干杂。哦，这个赞处就是直接修到着咱的菩萨法啦。所以呢，佛在这所在，把这个菩萨摆在咱头一段，就是安尼。那有丝毫的不生夹杂，这个善就无顺啊。儒家讲的明德亲民，知义知善，哦，知这个知止而后有定啦。知止就是讲知而知善，哦。知以自先，所以你这个所在，咱会当体会到儒家的苦劝人爱立志，啊，佛教苦劝人爱发心，这就是
发自心之心啦，自心之心就对咱家己，哦，就是咱菩提心内面的清心，自心的心处处待人接物，这就是菩提心内面的大悲心啦。哦，当对着这自心内面的，当看到会当见性，性就是咱的真心心。观经典故，观经典观都讲啊，哦，讲的自这个自心心，所以如坑人立志爱做圣人，佛教咱爱发心来做佛，这就是真真正正自于自心啦，吼。时间的关系，今日讲我做到这，咱怎么做回向？张伟人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用掌啊，咱个地盘开，这两嘴、三嘴、五嘴甲吞，未扎对完结爱结一路，吞一嘴，未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请您。现在看第二年，现在看刷第二年，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般般祸患似水消。佛愿无念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
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